这个主播不一般，长得好看似神仙，我喜欢来他喜欢，这个主播不一般。豆豆，你又诗性大发了。我只想安静地做一个美男子。女主播我老婆，女主播我老婆，女主播我老婆。他们这是没吃错药吧？你们不知道，最近有个女主播性感四足，我也是她的脑残粉。哎呀，豆豆漂亮吗？哎妈，贼漂亮了。自从看了她直播，超市卫生纸都涨价了。亲爱的女主播，我来啦。哼，长得那么丑还想有女朋友？哎呦我操，你很帅吗？哼，玉树临风美少年，蓝鲸自顾夜不眠。可真不要脸。哎呀呀呀，大爷，您长这么磕碜也来跟我抢女主播呀？哎呀，不懂了吧，现在啊都喜欢熟男。哦，可大爷你都熟透了啊，不要在意细节。好的，老司机告诉你，颜值高没卵用，你得会刷火箭，主播才能看见你。哎呀，老司机呀、啊、老爷子，我最敬重你这种经验丰富的老单身狗吧，请问什么是刷火箭呢？刷火箭估计是拿来送给主播的礼物。听说这些礼物啊能贵的呀吓死个猴啊。一个火箭500块钱，没钱呢就回家自己玩蛋去吧。我操，这么屌。大爷、你真爷们儿啊。家有千金、行之有心、啥意思啊？有钱任性、空空豆豆，回头咱怼他一顿，现在呀咱先去刷火箭啊。走，刷火箭。老大到点儿了，傻子都来齐了，准备开直播。老大，这回西游四骚的唐豆豆也来了呀，说是要刷100个火箭，要主播亲口叫他的名字。这个傻帽，等会儿让他跟别人掐起来，挣钱的时候到了。好嘞好嘞。等一下，西游四骚向你挑战。哦，向我挑战，吓死爸爸了。因为骂呀，今天直播女主播也叫了你的名字，唐豆豆不服。不服？唐豆豆说女主播是他的，要和你 solo。 跟我 solo？这个弱鸡爱而不藏，自取其亡啊。传令各处，火箭走起。是火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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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刷刷，快刷刷，控制你。谢谢曹妈妈的10万个火箭，谢谢曹妈妈的10万个火箭，谢谢曹妈妈的10万个火箭。有死终有逆袭日，认真你就输了。惹不起，快走快走。爷们从不回家看爆炸。空空豆豆，我肝儿疼啊，我的老婆本全砸进去了，我的心好累。豆豆做人要乐观，像茶壶一样屁股都烧红了还有心情吹口哨，说不定明天主播就爱上你了呢。我没脸活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呢？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？豆豆，你还有一封之音呢，赶紧微信添加朋友，一封之音，记住是汉语拼音呢。每天都有空空和豆豆为你语音讲笑话，可千万别被假公众号给骗了。我这就去加，千万别加错了，关注正版，打击盗版。如果。